们开这台车去采大麻。撞屁哦！哎，小恶魔被抓！小恶魔被抓！我们跟着他。我要不要？后面那两辆跑车，后面那两辆跑车是不是可以挟持一下？不要吧，不要吧，别！我觉得我们他如果被抓了，我们是不是及时退出比较快？我觉得我现在搜索还来得及啊。我现在搜索还来得及哦，回头是岸，你知道？我就觉得当好人好像比较好。那谁？那谁？哎，先生，先生，我问你是谁啊？我是新闻局记者，我想要采访。哎，你们为什么都戴头套？哎，你们为什么有枪？把你的手举起来！把你的手举起来！有什么好采访的？手举起来！把你的手举起来！我不知道怎么举手。手举起来！我不知道怎么举手。脑袋里面有一个 X 啊。阿高，处理他一下。有一个 X 啊，把它按到穿啊。对，很棒很棒。阿高，处理一下，我去里面。干。啊。我他妈的来当人质啊！你出来跟我换，让我看一下他们是人枪。Oh my god！ 来，别动，别动。转头，转头，转过身去，转过身去。对，这大哥我什么都没做，不要这样，我只是路过而已，想说有朋友聊聊天。哎，不要激动，我不知道你们要抢劫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好了，暂时不能抢啊，暂时不能抢，是不是？好，可是我有比较实际的做法。哎，大哥，我的车啊，留我的车啊，大哥。哎，你就说你是记者是不是？哎，是啊，我记者。身上有多少钱？银行有多少钱？黑钱有多少？我现在身上没有钱啊，银行也没有钱啊。我刚进来而已啊，刚放出来，我什么很穷啊。我老实讲，我本来想要去采个东西来看一下，但在路上想着找个伙伴一起啊，结果没想到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哎，你说。带去珠宝店啊，升级一下武器跟装备啊。好，等下珠宝店还是可以处理一下、啊。那我们一个人开一个人上他的车吧，一个人开他的车啊，我把他们压到我们车上来，上车上车。上台车啊，不然他会进。我上哪一台车？好，你上台红色的车子啊。哦，好。继而下车，继而下车，继而下车。好。啊！不是，我们的唯一的人质往生了，而且他，我靠，他，这他，我觉得今天有有、啊、我们没有医护员，你有医护员，通常他们只是昏迷而已啦、啊。真的吗？啊，我觉得今天流年不顺，要不要我们今天先就这样收手啊？现在来得及，明天等计划周延一点，我们再来。不宜抢劫啊！对啊，今天不宜抢劫啊！快笑死我！我靠，太扯了！啊，阿高，里面你怎么拿下来啊？老大，他醒了！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、啊？我刚刚一阵晕眩啊！你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什么都没看到，直接离开这边啊！哦，好。啊。上你的车，上你的车，乖乖上车，乖乖上你自己的车子啊，不要上我们的车。好，老大，我好像有点人格分裂了，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感觉出来。啊，上你的车走，啊，不准报警。我知道你是谁啊，记者嘛，对不对？新闻的嘛。对，啊，什么东西？走了。走啊，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知道你住哪里啊。你怎么会知道？我自己都还没有买房子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哪里？那大哥，我住哪里？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那自己不要乱讲话，话不要乱讲啊。好，走，好。妈的，
竟敢拿枪对着我，干我要报仇，他妈的！我们看，干我车子坏了啊！啊，被撞到，可恶！我靠，他怎么开车这样开的？那个人是不是有病？有有，命运先拿下来吧，命运先拿下来。他跑哪里去了？他跑哪里去啊？好，那我们先回去啊。小恶魔就叫他自己去搭计程车，还是你们等下开车去载他一下？欸，我可以跟安娜贝尔换个座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怎么换？给他开走嘞！我的嘎仔。你在干什么啊？你这样等下警察把你拦下，你让警察把你拦下来啊？哎，我哦，吓死我！想说身上钱都没有了。那你知道我有一场死，我有一招四川一九的绝技啊？你想不想干？干！刚刚就是他们，妈的！哎，乖你啊！那干我死了！你开车你乖，哎呦哎呦，让你好好开车吧。我好像不太能够控制啊，我人在干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撞他是我死啊？我现在换一个大哥还不是，车子底盘坏了啦，这是车子。测试底盘坏掉了，原来是双杀。我不行了，不行啊！这个大哥今天真的身体为恙啊，好不好？我明天再继续，明天再继续啊。我没有系安全带，我想到了。